讲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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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垦丁国际卡丁乐园，900公尺，垦丁最大900公尺赛车场，亲子竞速，对，就是这一家啦。我们来这里找谁嘞？找洪胜雅，来吧。我要戴口罩。哦，最近北部疫情很严重哎。对啊。啊，你们这里哎？还好，还好。哦。因为想说要录节目，我们就是口罩还是要戴着。要介绍一下这洪胜雅，垦丁国际卡丁乐园的帅哥。你们知道赛车界有四大天王吗？台湾哦，南部就有洪胜雅，中南部就蔡成阳，啊，中部就高杰，北部就李老师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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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今天来找你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尬掐。可以。我来找你尬掐，对不对？南北分一下胜负，对不对？交流一下，交流一下，交流一下，交流一下。你们车子都用那个 Intrepid。对啊，目前比赛车主要是 Intrepid 啊、哦，主要是 Intrepid 啊、哦，啊，我没有来过这里哎，你可以带我逛逛吗？可以啊，对啊，介绍一下，在就是在扩建，正在稍微施工的啊、哦，主要是建筑物的部分哦，建筑物的部分把它扩出去，那之后如果练车的话，会空间会更大、哦、啊。我也很推荐车友来这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里有举办过比赛。代表它的场地是安全的，是 OK 的，设备是良好的，好吗？哇，我第一次开这个哎，有没有什么要特别解释的？你们这里有什么图吗？赛道图。对，有赛。来一张赛道图。好好好好好。好酷哦，我也第一次来。超大，这垦丁最大的。对，垦丁最大的。大鲁阁比较大吗？没有，这大鲁阁比这里小啦。觉得好像对啊，对啊，而且这个都还有这样过去，然后再这样往那边过去，哎，这是赛道图。好、哦，这赛道图。对，在现在这、哦，我们现在在 pit 在这边。哎、欸，啊，等一下有没有什么提醒？什么提醒吗？对啊，如果是开这种营业车的话，可能这个弯跟这个弯这两个发夹会比较需要一点稍微减速，哎、欸，然后过弯可能需要稍微维持一下转速。好，那其他这些地方主要比赛车太多了，大概。技巧都 OK， 所以这种地方全油门，这个地方也是可以一路全油门。哦，对，然后这边可能要稍微踩个刹车回个油。好，对，然后过了之后，这边也是全油上来，然后这边的弯会比较大一点。嗯，那所以他选择路线很多。嗯，哦，对，那边对那边比较大。哦，弯比较大一点。哦、好，对，所以也是稍微刹一下，这里稍微刹一下，这里稍微刹一下。应该速度会最慢的弯。啊、哦，最慢的弯。然后过了这边就全油一路下到这边。然后这个弯比这个弯还大一点、哦，所以这边也是稍微回个油，点个刹车，好，就过完了，好，差不多这样，顶多是这样，对对对。好，建议各位一开始来的时候还是稍微刹一下车会比较好，對對對，慢慢对，先熟悉一下会比较好，對對對，因为他是真的很厉害，你不能以他的标准，他的全油不是代表全台湾的人都可以全油，对吧？我们要这样讲，这是凭良心讲的，对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好，我等一下就带我小孩下去试一次 ，OK OK， 对啊，那这个是什么？手刹车，哦，调整踏板。哦，这个是调整踏板，酷哦，真的调整踏板蛮重要的。嗯，很刺激哦，你会不会很害怕？哇！等一下，不要那么早转，不要那么早转，停工程不要那么早转。真的，刚刚那里要刹车，哦，他们的车子很快耶，很好玩耶。啊，哇，好漂亮的赛道哦。阿里，李文成，你先起来啊，好可怕！你是我儿子，你竟然讲好可怕！
体验卡打开啊。好，我等一下带你啊，好不好？还可以吗？哦，可以。刚刚那个时间有多久？哦，整场啊。哎，我们时间大概是八分钟。哦，八分钟。对，八分钟。哦，我刚觉得哇，好久哦。很久了。对啊，我想说哇，这里时间是特别长，是不是？可能一个人跑比较无聊。而且这个风景很好美哦，从那个弯绕过去就看到那个垦丁机场，就觉得哇，心旷神怡，就比较空旷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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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来，弟弟来。哎，那时间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就挥我一下，我就回来。啊，我就换妹妹。对对对。李晨曦，不要走里面。哦。啊、哦，你用方向盘就好了。安全了啊、哦。好 ，Go Go Go Go。哇，对啦，他有这踏板啦，这踏板可以给小朋友玩啦，因为小朋友脚没那么长，踩不到啦，他就踩这个就可以了啦。你刚刚还开到草里面再开出来哎、欸！哎呀，哇，很酷！对，又可以自己开，帅帅帅帅帅！哦，这里好棒哦，小朋友也可以开哎、欸！大人可以玩，小朋友也可以玩。哇，李慕成感想怎么样？啊，什么？来转过来，你什么？很好玩。你很好玩哦，为什么很好玩？因为可以自己开、哦、啊，自己开赛车有没有很爽？啊，没有很好玩，因为那个车会抖动。哦，那个车会抖动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本来就会抖动，因为它没有避震器，你懂吗？它跟我们开的房车不一样，它没有避震器，它要的是你身体的素质。OK， 你要有办法驾驭那个车子，而不是车子驾驭你，懂吗？回去吃壮一点，知道吗？像哥哥这样，像哥哥这样。撞一点就可以了，你就可以控制住这个车子了，知道吗？爸爸干掉不了他，你来干掉他，靠你了啊、哦！不错不错不错，很棒哎，李慕成，不错哎，李慕成，哇，超棒的。